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235页，倒数第四行，我们从经文看起。地藏答言：仁者，我今成佛威神及大势之力，略说地狱名号及罪报恶报之事。这段经文我们能看出地藏菩萨多么谦虚啊。仁者是对菩萨的尊称，仁慈之人。地藏菩萨他不说自己有能力答复，而是承蒙佛威德神力以及普贤菩萨的加持，那才能略说地狱名号及罪报恶报之事。所以这些经文啊，这些地方啊，我们都要留意啊。如果我们这个含糊的看过去啊，那这个很重要的地方啊，我们就疏忽了啊。你看啊，地藏菩萨这么谦虚，我们要学会谦虚啊。在《了凡四训》讲啊，四训第四篇啊，第四训就是谦德之小。这个《易经》啊，谦卦六爻皆吉啊。这个《易经》啊，每一卦都有吉有凶啊，只有谦这一卦呢，只有吉没有凶。所以世出世间圣贤啊，都是教我们要谦虚。我们也要学会啊谦虚。现代人好高骛远，一切都讲创造创新。世出世间圣人都没有创新。这个创造啊，是现代人很流行的啊，他的创作，那实在讲啊，你什么学问都没有，要创作什么啊？孔子说，他一生讲学是述而不作，他只是转述。不是他自己去创作出来的，所说的都是古圣先贤的教诲啊，根据老祖宗、古圣先贤啊，那么他来转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啊，对古圣先贤呐，他相信，他不怀疑。所以孔子啊，代表世间的圣人，述而不作。那么释迦牟尼佛也说，他一生所说49年所说的一切法，也都是叙述古佛所说的。这个在42章经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一句是自己的意思，没有。所以有自己的意思啊，那这个就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啊，他所说的都是叙述古佛说的。世尊和孔子的谦虚态度与心性相应，与性德相应。
啊，这个谦德啊，就是谦虚啊，与性德相应。所以了凡四训讲谦德之孝，他们处事待人接物都非常谦卑，即使对贫穷下贱之人也非常尊敬，不敢侵犯，表现的是自卑而尊人啊，自己没有抬高自己啊，压低自己，尊重别人。共高我慢是大烦恼，只要有这个念头，佛法一分都入不进去，自己障碍自己，贪嗔痴慢疑二见。这个二见啊，就是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啊。这个恶就是错误的见解啊。这个六个根本烦恼是学佛最大的障碍，断除这六种障碍，我们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啊。那么学佛啊，就是要断烦恼。那么这段经文啊，我们不能啊疏忽看过去啊。这个地方啊，你看地藏菩萨都这么谦虚了，那我们一个凡夫啊，现代人动不动就值得骄傲，那怎么可以骄傲呢？啊，你成佛了都不能骄傲了，一点骄傲、傲慢心都没有了。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仁者言菩提，东方有山，号曰铁围，其山黑碎，无日月光。那么这个地藏菩萨呢，就对普贤菩萨讲了啊，仁慈、啊、仁慈的人啊，那这个我承蒙佛力的加持啊，以及仁慈威神的加持啊，那我来说出啊第一的情况啊。那么首先啊，讲阎浮提东方有一座铁围山，这座山黑暗深邃，日月光明照不到，有大地狱在其中。地藏经中所说的这些事，不可以用现代科学的方式去考证。为什么？今天的科学还相当幼稚，宇宙的真相谁能知道？不要以为我亲眼所见就是真的，其实不然，我亲眼所见，讲堂有二十几个人啊，看到讲堂啊只有二十几个人啊。当时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地藏本愿经啊，也是在录影室讲的啊，在录影室啊坐了二十几个。那我们肉眼看到就二十几个人啊，但是啊，那个讲堂啊，不止这些人啊，其中有菩萨、声闻、缘觉、天龙、鬼神等啊，我见不到啊。我们老上讲哦，见不到啊，因为眼睛的功能有限，眼见靠光。黑暗的时候见不到啊，我们现在眼睛怎么能见呢？啊，不是说我眼睛哦 1.2 的啊那个是最好的。那如果没有这些光啊，你什么也看不到啊。比如说你到那个矿坑啊，到那个坑道里面去，你没有带个照明的东西啊，那你眼睛虽然是好的，你下去也一片漆黑，你也什么都看不到。啊，所以我们眼睛啊，能见到这些物象啊，是靠光啊，有日月星这些光啊。那在室内啊，我们要靠灯光啊，那没有这些你就见不到了。
那么光的波长不一样，我们所见的光是非常狭窄的某一段波长。我们现前所能看到的这个光的波长，这个长度是某一段的。比可见光的波长还长的光不知道有多少，我们见不到。我们现在看见到这个光的波的长度，那比我们现在见到这个长度更长的光，那个我们就见不到了。我们是只能见到这一段。那比较短的波也不知道有多少，那比我们这个现在能见的这个光啊比较短的也不知道有多少，我们也见不到。如果有一天我们眼睛的功能障碍突破，所有的光波全部都见到，你看到现前这个世界就跟现在看的迥然不同了，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认识。所以现在呢，我们见不到的事我们不能去否定那它就是没有，就是不存在。阎浮提东方有铁围山，我们肉眼见不到，科学仪器也侦测不到。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它还是侦测不到。那么过去有人问我们净老和尚说现在潜艇就潜水艇到海底并没有发现龙宫。太空人登陆月球也没有看到月光菩萨，究竟有没有？这个龙宫我们读了十三业道经，那佛讲十三业道经不是在人间讲的，在龙宫讲的。那现在潜水艇潜到海底没看到龙宫那么这个药师经千手千脸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都有日光菩萨月光菩萨。那现在太阳这个科技太空人还没办法去到太阳，但是去到月亮了。这个太空人登陆月球了，没有看到月光菩萨那究竟有没有？有，人看不见。就像我们在地球上我们只能看到地球现在的人还有畜生道能见一部分，有一些畜生道我们就见不到，比如说龙我们就没看到了那么没看到不代表它就没有。唐朝法照法师朝五台山，见到大圣竹林寺，见到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在讲经说法，听众一万多人。我们在这个2015年这个也组团去朝过五台山但是我们见不到文殊菩萨了。但是唐朝这个法照法师他朝五台山他就见到大圣竹林寺，他见到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在那里讲经说法，听众还一万多人。那这个不止法照法师这个历朝历代到近代都还有。这些事迹在这个五台山志都有记载。那么法照法师离开五台山后一路做记号，想着下次来时容易找到，
啊，下次如果再来啊，能找得到。所以沿路啊，就一面走一面做记号。啊，那么做了几个记号以后啊，再回头一看，不见了啊，那个道场不见了，又是一片荒山了。啊，文殊菩萨清净庄严的道场确实在那里，一般人看不见，有缘的人才能见到。在我们中国四大名山啊，那包括四大名山以外，还有很多名山都有佛菩萨罗汉在那里建道场，他的道场在那里啊。像我们大家最熟悉的浙江的普陀山观音菩萨的道场，那很多人去朝普陀啊，见到观音菩萨啊。那地藏菩萨的道场在安徽九华山。啊，这个也是我们常去的。那地藏菩萨的道场在九华山，啊，文殊菩萨的道场在山西五台山，普贤菩萨的道场在四川峨眉山。啊，那另外呢，这个迦叶尊者的道场在云南啊鸡足山。那浙江温州啊，还有一个雁荡山。也是很有名的。啊，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讲，雁荡山有500个罗汉在那里修行。啊，我们去年啊也组团去旅游。啊，但是我们没有见到啊。那没有见到有没有罗汉在那里？有啊。啊，只是我们没有那个缘分见到。啊，纵然罗汉啊他跟我们碰面了，我们也不认识啊。他变化一个普通人，我们也不认识。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啊，所以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不知道，以为自己看得很清楚，听得很明白，相信自己的知见。哪里晓得是错误？阿罗汉见思烦恼断尽，证得漏尽通。他六根接触外面境界，突破一切光波、声波的界限。他看到的是真相，我们看到的是妄想。这些话一定要先说，否则的话呢，《地藏经》所说的这些事就很难懂。你把它当作迷信啊，说它不合科学，这样啊，你一分一毫的利益都得不到。不但得不到利益啊，还造谤法之罪，招来祸害。所以我们讲这一类的经论，必须把这个道理啊交代清楚。避免啊，有一些人他去造这个谤法的罪。那下面呢，我们净老和尚啊举出啊一个故事啊。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讲啊，本月初啊，就是当时他讲这个经啊，那一年啊讲这个经啊，是在1998年。啊，我记得好像是五月啊，五月份讲的。那么他那个时候啊，就是新加坡啊，这个经在新加坡讲的。啊，新加坡到香港啊，就是两地啊。那个时候香港啊，也有请我们老上啊过去讲《无量寿经》大义。那么听众里面有一位同修从事影剧业啊，给我们敬老啊讲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啊是真人真事啊，他们认识的人啊，就是这位同修啊，他的这个
同事啊，他有一位同事啊，晚上在临近坟地的野外拍外景，工作结束开车走的时候啊，走到一个闹区，很热闹，人很多，他就下车去参观去玩玩，看到卖吃的东西，正好晚上两点钟，肚子也饿了啊，就到小吃店吃面啊，因为这个拍外景啊，啊，往往都拍到很晚啊，特别啊要拍那个晚上那个夜景。那这个从事影剧业的啊，拍电影的啊，那常常啊拍到三更半夜，这个常有的事情。那么拍完了，当然这个时间很晚了。工作结束了，开车走啊，那么走到车一开，开进去一个闹区，很热闹，人很多啊。那么他就下车去参观了、啊，去玩一玩了、啊，啊，这个疏解一下工作压力、啊。那看到卖吃的东西啊，正好晚上两点钟啊，肚子也饿了，啊，就到小吃店吃面。那吃完就开车回去，回家之后啊，觉得全身不舒服，认为这个地方越想越不对。啊，第二天早晨再开车到沿路去看，看到坟地啊，才晓得啊，他遇到鬼的街道了。啊，他这个昨天啊啊，经过那个街道那么热闹啊，啊，不是人的街道啊，是鬼道的街道。啊，吃的那些东西吐出来都是蚯蚓、泥巴、草一类的。啊，这生了一场大病，几乎死了。以后神志不正常，两三年都不能工作。啊，人瘦得不像样子。啊。过了好几年，他又从事这个行业，啊，没多久又遇到一次这种状况，以后死了。啊，影剧界啊，相信这些事情，亲身遇到的，啊，这些演艺人员啊，影剧界呢，他们都相信，啊，他们不敢不相信啊，因为很多都是他们自己亲自啊碰到过的。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人鬼杂居，鬼的生活状况跟我们很相似，啊，就是这个空间维持啊很接近，啊，也有都市，啊，跟我们人间是重叠在一起，啊，我们看不到，啊，原因是鬼道的空间维持与我们人道不同，啊，但是重叠的。啊，我们现在在走啊，可以穿过这个轨道啊，他们那个墙壁房子啊，那轨道的众生啊，也能穿过我们人这个墙壁房子啊，所以它是重叠在一起，所以人鬼杂居啊，啊，到处有鬼神啊。啊，孔子教导我们敬鬼神而远之。鬼神有没有？有，一定要恭敬，要尊重。远啊，是不跟他学习。我们要重视儒家的祭祀，鬼神能够安稳，对世间的安定与动乱有密切关系。啊，如果鬼神不安稳，一作乱就会影响我们人间的社会，许多灾变就会发生。那这个啊，在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啊里面就有讲，啊，人间还没乱，鬼道的鬼神先乱，然后人间才乱。啊，这个有《人王经》啊，经典做依据，的确是这样。
那么知道这个事实真相，那你安抚鬼神啊，让鬼神能够安稳，那就很重要了。啊，因为鬼神道的众生他能得到安稳，他就不会干扰我们人间。啊，我们人间啊也才能得到安定。啊，所以我们人跟鬼道啊，他这个距离很接近。啊，关系很密切。十法界是一体，啊，不能不知道。世出世间圣人都教我们推己及人，佛法讲的不只是人，佛法讲物，啊，那这个范围就广了，啊，全部都包括了，啊，天地鬼神包括在其中。我们要想生活幸福美满，就要想到鬼神也希望生活美满，畜生也希望他的生活美满。我们怎么可以吃众生肉？吃众生肉，这一切众生的怨恨永远不会消失，遇到机会他要报复。经上说，吃他半斤还他八两，生生世世互相吞啖，你吃我，我吃你，互相吃，没完没了，互相杀，互相吃。我们的业报身要维持生命，必须饮食。动物有生命，植物也有生命。动物的情绪比植物明显，动物报复的意念比植物强很多倍。我们舍弃灵性的大动物，不杀害它，而取灵性比较弱的植物，不得已而吃它。佛教我们十存五观，常存报恩之心。人与人之间有恩德，人与一切万物都有恩德。我们每天修行，念佛、诵经、断恶、修善，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是报恩。报众生恩，这种心多诚挚，这个意多厚道，这才以心性相应。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观想，没有这番诚意，就天天造罪业。这些植物提供营养，它有功德，它供养我们，我们有回报给它。有回报就不是夺取，跟他不结冤仇，跟他结恩德。有大地狱浩极无间，又有地狱名大阿鼻。地狱啊，确实是有，恶鬼道跟地狱道不一样，不是一个境界。恶鬼道没有日月光，他们居住在昏暗之中，我们称为阴间。确实有人去过阴间。中国许多笔记小说里写的很多，那不是随便说的。《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所讲都是真实的。我们敬老和尚啊，他曾经在讲席多次讲过，他在没有学佛之前，亲眼见过狐狸精，是个男的，那个是抗战时期啊，穿蓝布长袍大褂，他出来散步，很多人见到，但是没有人看清楚他的面目，那个面目啊很模糊，但是那个人啊身体啊是人的样子，所以过去我们老上讲到这个公案他说这个据说狐狸要修成人形要500年，大概呢他还修不到500年人还差一点所以他那个脸还没有完全能变成人形。
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说他非常相信《聊斋志异》写的那些鬼神狐狸精的事情啊，古人啊记载这些啊，就像现在我们那个新闻一样的。那么下面呢啊，我们净老和尚又讲一个公案，抗战胜利时啊啊，他们家乡啊，我们净老和尚家乡在安徽省余江县。啊，那个现代人都讲庐江，庐江了啊。那他们家乡人都是讲余江啊，余江县。他们家乡发生一桩怪事情啊，那他们家乡啊，就是巢湖所管的啊。那现在是一个县，一个县城，余江一个小县城。那么我们敬老。他有一个亲戚，他那一年啊收成不错，用小帆船运米啊，米用麻袋一包一包的包装运到南京去卖啊。那以前啊都是走水路，用船运过去。装船的时候啊，有人看到像防鼠狼一样的东西啊从跳板上船啊，有人去找找不到啊，以为是眼睛看花了，看错了，啊，也就没有再找了。到南京之后，这船米不见了，麻布袋还是那个形状啊，但里面呢一粒米都没有。啊，那这个时候啊，大家就晓得啊，啊，是那个东西在作怪。啊，所以他的亲戚回家之后啊，欸，他的米还在仓库里面没动啊，开这么一个玩笑啊。所以我们敬老啊讲啊，这个大概啊他那个亲戚啊，不晓得什么事情就得罪这个黄鼠狼啊，黄鼠狼跟他开这个玩笑啊，让他呢白跑一趟啊。所以鬼神这些事情啊，我们净老和尚啊亲身经历啊，所以深信不疑啊。那有关鬼神的事情啊，我自己也亲身经历过很多啊，过去也跟他讲很多的的确确，特别现在我们看到那些护体的啦啊，过去我们都是在大陆在台湾看到护体啊，现在呢我们的外国啊，外国人呢附体的我们都亲眼看过了。这个是装不出来的啊，一点不假。啊，那我们看下面这一句经文，有大地狱。这个大地狱啊在铁围山下，若造作罪业，地狱境界就现前。就要受苦报。无间阿鼻这两个名词在佛经中都说过，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自古至今无法确定。古大德说无间就是阿鼻，阿鼻就是无间，也有说无间跟阿鼻是两个地狱啊。那这个总而言之啊，无间阿鼻都是极重罪业的受报处，最重的罪业啊，堕无间地狱，堕阿鼻地狱。为什么会在地狱受苦报？《地藏十轮经》说五逆罪为罪极恶啊，照这个五逆啊是最恶的。五逆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啊。那第一杀父，第二杀母。那父母恩德太大，我们这个生命得自于父母，父母照顾婴儿无微不至
从出生到三岁，小孩啊不能离开母亲的身边，时刻啊时时刻刻受到母亲的关怀保护，才不至于性命受伤害。而现代做父亲的人对子女所尽的责任远不及古人。古代做父亲的童子要教，婴儿要教，母亲怀孕的时候就要教，胎教，这才尽到做父亲的责任。那么实在讲胎教那这个母亲是最主要的啦。这个母亲是孩子第一任的老师的，在他的肚子里面就是接受母亲的这个熏习了。母亲的言语动作、饮食起居等等，都直接影响到胎儿。所以在胎里面就是在教了，那跟母亲就是最密切的了。那么做父亲的人也要懂这些道理，夫妻两个人要懂，才知道怎么去教儿女如果一个懂一个不懂一个要教一个反对，那这个也是障碍。如果两个都不懂，他都不用教了，所以必须两个都要懂。所以现在我们建老和尚提倡传统文化，都劝那做父母的先来学你自己真认识真懂了，你才能教你的儿女那这个没有教，他真的就像三字经讲的人不学不知义没有学习圣教他不懂这些义理连父母都要杀害那太离谱了不知道报答父母恩德还要加以杀害，这个罪造得极重，堕无间，堕大阿鼻堕极无间，堕大阿鼻。三，杀阿罗汉阿罗汉是修行正果的圣人，人天师范，是世间真正的福田你供养阿罗汉一波饭那个福报就非常大了。人间众生的福田。这个福田你把它杀害了，就是把众生众福这个福田毁掉。使这一方的人都没有众福的机会了。这个罪很重。所以杀阿罗汉不是对阿罗汉一个人结罪是对这个地方众生来结罪他的影响力的范围这些地方的人来结罪，不是只有对一个人若杀害有德行有学问又能够慈悲教化一方众生的善知识，那么则犯杀阿罗汉相同的等流罪，等就是相等比如说一个善知识这个祖师大德那么他在一个地方教化众生你把这个有德行有学问的善知识杀害了，那么那等于是杀阿罗汉了那么不但不可杀害，连毁谤的罪都很重。世间有些人有意无意毁谤善知识无意是无知，有意是别有用心为提高自己知名度而批评大众敬仰的善知识，造作的罪业是无间阿鼻地狱。四，出佛身血。佛现在不在世，
以恶心破坏泥塑木雕、金属铸造、彩画等各种佛菩萨形象，是有忤逆的等流罪。无意的损坏是过，不是罪，可通忏悔。恶意的不通忏悔，那恶意就是故意的啦。啊，那么这个出活生邪啊，也有这里两种啊。那活不在世的啊，你要去出活生邪也没有啊，但是有佛像啊，所以现在有人去恶意去破坏佛像，那等同啊出活生邪啊。如果无意的啊，那个是过啊，那个不是罪啊。有意的、故意的、恶意的，那么这个就是等同这个罪了。无破和合身，和合身团现在不容易见到，但也有等流罪，破坏别人的信仰、愿心、修学，等于破和合身的罪，罪很重。有意与无意必须鉴别，有意是恶意，无意是对于理论、事实、真相没有透彻了解。譬如经上常讲的自赞毁他，赞叹自己修学的法门，与自己修学不同的法门则任意毁谤，是这一类的罪业，这个也是属于破和合身。我们要细心深入体会佛的开示，才不会造谤法之罪。佛是应机施教，因为每个众生的根性不尽相同，同样修净土法门，同样念阿弥陀佛，也不完全一样啊。比如有人喜欢追顶念佛，一句一句接着念啊，就念得很快。那么有的人喜欢呢、慢慢念啊，这就不同了啊。但是啊，只要具足信愿行，都能往生啊。你念快念慢，只要有信愿行，都能往生西方。啊，你要说这个对那个不对，那就谤佛、谤法、谤身了。啊，一切经是佛说的，你谤佛，你随便批评经典，拿这部经批评那一部经，拿那一部经批评这部经，谤法。依照这个经论修行正果的人，这是身。你任意批评、毁谤三宝，造无间罪业。这是愚昧无知。祖师大德在著书里的批评是有对象的，应机而说。啊，如禅宗公案，丹霞禅师把木头佛像劈开来烧火。啊，禅师这种举动能令当机者开悟做佛，所以不犯罪。啊，他是教学啊。啊，那我们要是恶意啊，把佛像劈开来烧火，那是犯出佛身血的重罪了。啊，《生护经》啊说，有九种人常堕在阿鼻大地狱。啊，衣食生物，以盗心、贪心吃出家人的东西就有罪。寺院住持请你吃，这没有罪过。啊，那么古时候是农业时代，休闲的时间长，在非耕作期间，一些学佛的居士就到寺院啊挂单、听经、念佛、参禅啊。寺院啊会分派工作，读书人啊帮助抄写经典啊，一般人啊他就打扫环境或帮忙厨房劈柴、舂米。我们现在讲做义工了啊，那这是福慧双修，那就没有问题啊。都是白吃生物，罪过就很重啊。那这个白吃啊，也就是说他这个试验啊没有允许他吃
他硬要吃啊。那如果试验啊，这个主持啊，请你吃啊，像我们啊，这个中午啊用餐啊，有一些外面的人来啊，我们都是开放啊，请大家吃的啊。那这个没有罪过啊，所以这个也不用担心啊。这里讲的啊，主要是说不允许啦啊，人家不同意的，那你硬要去给人家取用啊，那就犯了盗戒，那这个罪就重啊。二呢，佛物随便用供佛的物品啊，罪过很重。啊，一切物品呢、啊，先供佛身，然后自己再受用。三杀父，四杀母，五杀阿罗汉，六破和合身，七破比丘境界，啊，怂恿教唆比丘犯戒。八犯净行尼，侵犯清净的比丘尼。九作一禅体。啊，一禅体是梵语，意思是没有善根的人，就是心里充满邪恶，念念以邪知邪见，十二业相应。佛说这九种人常在地狱，从地狱出来，纵然前世修福报得人身，还有恶习气在，啊，不作恶好像就很难过，恶心、恶意、恶言、恶行成了习惯。非常可怕，到人天时间并不长，他又造罪业回到地狱，劳累地藏菩萨慈悲救拔。阿鼻无间地狱的苦啊，超过其他地狱啊不止千倍，寿命短的一大截。造作地狱业因很容易，堕落地狱后想出来就太难。业因果报我们要明了，绝对不能贪图眼前小利而造作这么重的罪业。读地藏经可提高自己的警觉，我们要把它当作戒经来读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曾经要求念佛的同修，每天在晚课后把《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音字文》念一遍，当作戒律来念，天天啊提醒自己，时时刻刻反省，才能保住人生不堕恶道。啊，这个早年啊，我们净老和尚啊。的确啊，都劝我们同修啊，把这个《太上感应篇》啊，这个《文昌帝君音字文》啊，那么当作早晚课来念啊。那么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啊，也就听经了，听了15年才出家啊。那当时听啊，也认同啊，但是啊，也就没有认真啊去读诵。啊，没有认真去学习啊，那总觉得啊，听这些大经大论啊，总觉得啊，这个是人间善法啊，我们学佛法啊，尤其学大圣佛法，那对这个做人断恶修善这些基础也就疏忽了。啊，所以到老来啊，一事无成了。啊，所以现在呢，我们也要赶快来补习这个功课啊。啊，所以这个《感应篇》《文昌帝君音字文》呢，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就是把它当作戒律。啊，我们现在去看佛家的戒律啊，看不懂。啊，五戒十善啊，那些条文念一念啊，我们念了似懂非懂啊，不知道啊它的内容。那么读了《感应篇》《文昌帝君音字文》，
在现在又提倡弟子规啊，这个跟十善业道啊这部经合起来啊，啊那么就是戒律的基础了，戒律的基础啊，有这个基础啊，那么学戒才能成就啊，也就是我们才能保住人生来生啊不堕三恶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有地狱名曰四角，复有地狱名曰灰刀，复有地狱名曰火界，复有地狱名曰夹山，复有地狱名曰通枪，复有地狱名曰铁车，复有地狱名曰铁床，复有地狱名曰铁牛，复有地狱名曰铁衣，复有地狱名曰千刃，复有地狱名曰铁驴，复有地狱名曰羊童，复有地狱名曰爆柱，复有地狱名曰流火，复有地狱名曰根石，复有地狱名曰错手，复有地狱名曰烧脚，复有地狱名曰弹眼，复有地狱名曰铁丸，复有地狱名曰真论，复有地狱名曰铁夫，复有地狱名曰多嗔。啊，那么这一段啊经文呢 啊就是列出啊这个二十几种啊这个地狱的名称啊，复有啊就是阿鼻地狱、无间地狱，附属的地狱种类繁多啊，就是附带附设的啊这个比较小的地狱。那么地藏菩萨列说二十二种四角地狱，四周以热铁为壁，烧得通红啊，一片佛海啊，啊，那么佛啊，从四个角落喷出来啊，人在里面呢、啊、被烧煮，昼夜不间断。僧人闻妇女歌舞戏笑，不善观察，心生爱染；或世人喜欢杀生，或叫人杀生，斩动物手脚，割他的背肉，死后堕此地狱。啊，譬如杀鸡，鸡已经死了，再去堕他的身。有没有痛苦？神是没离开，还是有感觉啊。如果遇到手尸鬼一类，坚固执着不肯离开，煮熟吃它的时候，它还会感觉痛苦。这类众生坚固执着不肯舍它的身，它如何不怀恨啊？这些事情佛不忍心说，绝不是吓唬人，只有善根深厚的人听了佛的话能相信，才真正选择素食，这生绝不食众生肉啊，绝不杀害众生了 啊过去所做的认真忏悔，勤修福慧，回向给这些冤亲债主。希望我成佛道，冤亲债主与我同成佛道。要发真心真愿，要真修行，这些冤亲债主就不会找麻烦，不会来障碍。为什么？你成就他沾光，你他障碍你，那他自己也害自己，对自己没好处
如果你不是真修行，冤亲债主不会饶过你，一定来报复。挥刀地狱啊，无边刀轮啊，像下雨一般啊，从空而降。人在地狱里啊，真是粉身碎骨。世人聚众斗战，自意杀生，死后堕此地狱啊！火箭地狱啊，古代弓箭是带火的啊，箭一根一根射向罪人。经上说，一日一夜600亿生死。600亿次的生死，地狱所受的刑罚，如果一受就死了，那是大喜事啊！因为死了就离开地狱，然而他不会死，死了之后风一吹又活过来，活了再受啊！所以在地狱啊，真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再是愚痴，贪欲重，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能随顺善教，杀害众生，死后堕此地狱啊！所以这些我们也要这个警惕这个造这个业啊，是。受这个报那真的是怎么讲都划不来你看在人间这个能得到多少的享受一下子但是后面那个果报真的是没完没了所以我们真的要感恩佛出现在世间来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教我们去避免造这个业，受这个报所以佛恩实在讲天地父母都无法相比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还有几个地狱我们下一次我们再来继续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